我们有一次酿的酒，就是色酒啊，就是色酒，然后还是那种猪的形状，它的那个，这个是客房，啊，三，我们有三间房间，三间房间，第二间都被人家都被打开了，全部出，都已经被打开了。你看这边那些钱啊，全部拿掉了。这里面是放钱的了。